这怎么这么多狗呀？我手上拿的是肉，往前走走。呵，这么多恶狗，虎视眈眈的，让我怎么过去吧？我小碎步往前移，这个该死的狗，小碎往前移，哇，这么多狗来咬我，我是醉了。我是阿英，今天我们来玩跳桥，又是一个让人自闭的超级新兴的游戏呀。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从前面那个破桥跳下去就赢了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呀。这有把金钥匙，打开金色的大锁，我们就要开启新的挑战了。然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！哇，怎么回事？地动山摇的，什么东西要出来吗？哇，好多牛啊！该跑该跑啊！我去，好难过呀！跑跑跑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我跳呀！我去，太难了！再来一次，赶紧跑！我跳！哎，撞不到我吧？你个臭牛！我去，原来只要被牛角碰到我就凉了，真笑死看人家这个游戏，这群牛都有病，横冲直撞的。哎，不能高兴太早呀，那我们再来一次吧，跑跑，再来一次，该跑该跑该跑，我跳，哎，nice 呀，赢了赢了赢了，运气太好了，这一次真不容易啊，这把什么鬼啊？上面有这个牛仔开枪，又是敌人，估计后面还有野牛，该跑，我去了，我这反应太慢了，鱿鱼就会败尾啊，该死，这一次我跳。该死的第二头牛呀！我得保证不碰到上面的子弹，还有那个牛头。再来一次，赶紧跑！我跳，没有撞到我呀！我去，又是那个该死第二头牛。我想下一次我应该能过去了吧？再来一次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我跳，哎，我去，这破游戏我要疯了！算了，再来一次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往前跑，往前跑！我跳，nice！哎呀，我去，又死了！为什么这个第二头牛老是撞我呀？撞我那么多次，醉了！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牛来了，牛来了！我跳，哎呀！这次通关了，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第一头牛的位置和第二头牛的位置有点远，刚好可以通过去。那这是什么情况？前面有个老奶奶在拦着路啊，感觉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走，看能不能直接过去？哎，我去，过不去啊！什么鬼？有毒吧这个老太婆，拦着我们路不让过去。我天哦，到底什么原因呢？原来这老年妇女说：“你能帮我抓住我的狗吗？”原来是狗丢的，问题是你的狗丢了，关我屁事啊！我要过去。哎，过不去，只能帮他找狗了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狗在后边，这边有很多锯子拦着路呀。我得过去救他，我跳，举起这条狗掂着就要走，好险呀，被电锯碰到我就直接凉了，还好比较安全的拿到了狗，而且这个狗也比较魔性，一直在抖，看着像羊啊。 OK， 给你了，给你的狗，总算是过去了，看下一关是啥，看样子像一个警察拦着路呀，好狗不挡道，我去，过分了吗？刚开始都开枪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哎呀呀，我去，碰到他子弹就死了，这次我肚子枪里没有。没子弹，凉了。这次跳早一点，我跳 ，nice， 过去了。再跳，再跳，加油！哎呀，我差一点呀，差点就碰到子弹了，还要赢了。再来一把，我去，什么鬼啊？刚开始就被撞死了，这应该是个警车，这开得太快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真是醉了。原来这警车还要下来警察呀，这关估计比较难了。我觉得我这次应该跳早点。我跳，哎呀，不行，又被撞死了，该死的，我跳，完了。哎，这次过来了 ，nice 呀！我跳，打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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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被打死了，真是的，快疯了，差一点，又被撞死，真太难过了。赶跑，赶跑 ，nice， 终于跳过去了，赶跑，跳，跳，跳，我再跳，哎呀，太亏了，马上就要通关了，却被最后一子弹给打死了，真失误呀，我都快疯了。不跳，哎呀，还没来得及跳就被撞死了。我跳，我跳，我跳跳！哎呀，最后一下如果不跳的话，估计还能过去。我跳，我跳，莫名其妙的就这样赢了。然而我躲过一劫，还有一难呀！这家伙的子弹是连发的，逃不过去啊！那么下回我们再来挑战吧。我是阿英，我们下回再见。